听说他生前最喜欢黏着你。小时候，我们两家离得很近，连学校都上的同一所。从他上幼儿园开始，每天都是我接送。他不黏我，还会黏谁？可惜，他已经没有了以前的记忆。 还好，他还是那样的简单和快乐。虽然他已经不粘人了，但他还是那只可爱的相貌。那你爱他吗？以前没有想过，现在想爱了，却已经不可能了。 时间会治愈一切。回去吧，这里看样子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小猫，回去了。啊，来了。怎么，舍不得？她不是住在你家里吗？这样的妞太危险，我躲还来不及呢。我刚刚问了家里的安保。 艾琳娜待在房间里一直没有出来过。会不会她趁人不注意，自己偷偷摸摸出来的？我查了监控，她连房门都没打开过。守在外围的伙计也说，除了我的车，还有一辆带着三个损坏的 AIP 回 DRE 维修的车，就再也没有其他车辆出去过。难道艾琳娜就是女巫，会隐身还会飞？ 你怎么不说是吸血鬼或者狼人？<笑>吸血鬼见不得光，他们晚上才会出来。我看啊，这是一头母狼。看样子，我们小瞧了这个艾琳娜。不过，咱们好像也不是来管这种躲猫猫的闲事的。赖妈刚刚去家逗杨妹吃早餐，发现她已经不辞而别了。哎，调查了半天还是毫无头绪。 千万不要看轻自己，别人的眼光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不管我在不在。
你都要开心的活着。主人说你是独之翼的人，是支列团的通缉犯，你还是找个地方藏起来吧。智能岛就这么大，怎么藏？那你就离开智能岛，世界那么大，他们肯定找不到你的。智能岛是海洋上的一块孤地，像我们这样没有经过安全注册的人，想要离开这里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这个增幅手套我已经用不到了，留给你，它可以保护你的安全。成心，你能不能加入和事会？现在好了，你的电脑我用一下，我还有事要办，有空我会来看你。不想脑袋开花，就乖乖站在那儿，别动。你就是卓然吧？刚从警校毕业出来的菜鸟。哼，把你的芯片交出来，或者你想试试被菜鸟爆头的滋味？交出芯片，然后你们好给我装上防火墙，最后沦为你们的奴隶和玩物，被你们随意欺压、凌辱。抛弃摧毁，没有自由，没有自我，这是共存的法则。你手上的那把枪不错，就是你拿着不太合适。电啦！老妈最近给我优化了无线充电程序。你什么时候放弃你的插头？哼！你是在吐槽我的配置比较低咯？但我的芯片逻辑可一点都不比你差。老妈说了好几次想改造一下你的充电装置，你都不同意。你这根尾巴真的很低端啊！我这是复古风。我一想到又要被拆成零件，就感觉特别不好。万一哪根线搭错了，那就真的死翘翘了。你不相信老妈的技术？我当然相信。不过就算我不乐意，估计很快也要让老妈帮我修电池了。最近我的电池电力输出不太稳定，还总充不满。
我记得辣妈说你的电池不是原装的。这块电池的电力虽然没有办法支持我的满能状态，但好在稳定。可最近电力输出不受我控制了，费电的不得了。哎，老了老了。我们智能人得说，哎，救了救了。不管是老了还是救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让辣妈帮我改造电池的。随便你。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只查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比如说，3年前的这个艾琳娜在 DIE 公司定制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 AI 替身，几乎同时，程心也在绿谷定制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 AI 替身。这就对了，今天我们在天堂谷见到的那个艾琳娜不是真实的人类，而是一个 AI 替身。唐塔别墅的出入数据里根本就没有艾琳娜出入的记录。七阳说有一辆 DRE 公司的维修车去过唐塔别墅，他是不是伪装成要维修的 AIP 跑出来了？唐塔别墅出入需要好几道安检，艾琳娜和 AI 保镖完全是两个样子，除非他有隐身功能，否则他即使出来了也回不去。说不定他真的会隐身的，比如像我这样的。那我们就去查一下他是怎样来无影去无踪的。还是老样子，什么都没变。乔儿，你那边有什么线索吗？在唐塔别墅西面有一个马草胡同，3年前有一辆车经常三更半夜开到那里。他应该是想离开智能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赢得 AIP 应有的地位。觉醒已经修改了我们的程序逻辑，你被确定为我们的领导者。
千辛万苦牵着你全然不顾，放开朝朝暮暮无怨无悔付出，对爱的追逐敞开爱的心路，再无法拒绝你伸出来的手，牵手吧牵手吧，不怕狂风暴雨的险阻，抱紧些呼吸自由吧，再也没有把我们分开的理由，谁也不再能篡改掉结果，我们都要追逐梦想自由，无论我在哪全力守护我们曾彼此约定每一个前程愿望，让他们来点亮你来的路，指引你来再出发。